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赵尔勋。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名家妙手系列古力九段的精彩对局片段。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讲了古力的这个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下出的这个妙手。那本期的节目依然是和这个话题有关。那么这盘棋呢是古力执黑对阵朴文瑶，那是在2005年的围甲联赛中的一盘精彩对局。那当时呢，古力已经是几乎是囊括了国内的所有比赛的冠军。那朴文瑶当时但是现在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是当时的朴文瑶呢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将，对古力发起的一个挑战。那在关键的时刻，古力该如何面对小将的挑战呢？我们一起来进入棋局。好，大家看这盘棋啊，看当前的局面就能够感受到，现这盘棋的前半盘是双方杀得非常的激烈。那么在棋盘的上方，我们看这边呢，白棋这对棋子呢是阵亡了。黑棋是在这个战役中啊下得非常的强，那也是通过转换吧，将白棋这块吃掉，收获颇丰。那白棋呢，当然也有一定的收获，白棋将黑棋的左下角全部吃掉。但是在这个整体来看啊，从这个整体结果来看，还是黑棋明显是获得了这个便宜。现在的局面呢，黑棋明显是实地比较占优。那在这个时候，白棋的上一招棋也是意识到了形势不利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朴文瑶他是选择了把这个棋子跳回来，这也是一步可以说是拼搏的一手吧。因为现在白棋的这块棋是目前来说是没有活境的，那这块棋如果黑棋动手的话，白棋是有危险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白棋补活，比如说你就最简单的就走了之后立一个做活，那这样的话黑棋就飞出来，白棋这个棋子显然是跑不掉的。由于黑棋外面太厚了，所以说这个跑不掉，跑不掉的话呢，本来形势就不是很好实地就有一些不足。那如果这个子死了的话，这盘棋肯定也就结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他是拼命的把这个棋子先逃回来再说。白棋跳回来之后，现在就留给了黑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对白棋这块棋进行制裁。形势虽然是不错，但是要想赢下来呢，这还要经过后半盘的这个争夺，还需要收官，是比较漫长的。但如果要是直接能把白棋这块棋吃掉，那这盘棋可以说也就宣告结束了。这块棋呢，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它明显是不活的为什么呢？这个眼是一个铁眼，没有问题。但这个眼现在轮黑下的话，白棋并不是一个铁眼，所以说黑棋可以在这个地方动动脑筋。局部来说，白棋虽然是不是活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黑棋自身这块棋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个地方有一个断，这个断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弱点吧。那目前呢，如果白棋直接断，这是没用，黑棋可以这样做眼，黑棋可以做活，这个坐在这儿就活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去吃白棋的时候要去吃白棋的时候，这个黑棋就要小心了如果你要是不注意的话这块棋很有可能反而被白棋吃掉。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具体变化吧。黑棋最容易想到的，比如说点直接破眼这个白棋挡，但是这个是很简明了，这个是肯定不行。如果扑虽然把这个眼破掉了，但是白棋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挖黑棋这个地方是存在缺陷的，这样有一个立之后挖就可以成立了。这个不论你是上打还是下打都不行，这两个棋子呢就被白棋吃掉了如果下打再粘上，这是一个劫不归，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变化，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行。那黑棋如果想破白棋这只眼，还有一种下法就是搬搬这个也是一种下法。搬这个的话，白棋如果挡，黑棋粘上
啊，那这样黑棋没有问题，这个是个假眼，啊，这白棋肯定是不行的。嗯，接下来这个七块棋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断我就做活。啊，这没问题。如果点，啊，这个时候点，这个次序下的是有点问题。这个时候点的话，黑棋可以挡住。那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的，你如果断我就做活。啊，你如果度过这个，那我就把这粘上。啊，总之黑棋这个棋是活棋，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扳是不是能吃掉白棋呢？我们再看看。啊，如果扳的话，我刚才讲的是白棋把这下打掉，但这个打实际上是一个，是一步这个恶手。这个时候白棋呢，最好的次序是先单断，啊，单点，啊，这单点是好棋。啊，这样黑棋就不行了，啊，你如果这个还是挡，啊，还是挡，这样的话白棋断，黑棋打吃，啊，这很明显，他少打了这下之后啊，黑棋这个地方不是眼，那这白棋就随便下，把黑棋破眼就行了，那这样的话黑棋就反而被白棋吃掉了，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你直接扳我一点，这黑棋就不对了。你无论走什么我都断，这棋你无论走什么白棋都可以断。这样的话局部黑棋是一个死棋，局部黑棋是死刑。啊，白棋可以把这家先拱掉再断，这可能更简明一点吧。啊，这样黑棋就不行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说黑棋这个时候如果点的时候如果不去底下走，如果直接把上面粘上，啊，这样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形状啊。这个是，这个局部来讲啊，确实白棋也不是很好办啊。这个局部呢，比如说白棋你直接断这个，啊，黑棋打吃，啊，这样白棋挖吃，看上去这是可以成立的，啊，看上去是妙手，但实际上这个刚好不行，黑棋抵打。这样呢，这是一个倒扑，白棋只好接。黑棋这个时候啊，啊，他只要把这接上就行了。那这个白棋还是一个假眼，那所以说这一棋呢，这个刚好是被黑棋吃掉了，这是白棋不行的一个变化。啊，这里面看上去局部是一个非常空间非常小的一个局部，但实际上蕴藏了很多这个比较深的变化，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啊，我们再来看看白棋还有别的下法吗？啊，你度过这个当然不行，这黑就连上就行了。啊，白棋现在必须要想断掉黑棋，或者说是，啊，吃掉黑棋某些关键的棋子才能做活，啊，不然的话都连上的话，白棋自身是一个做不活的形状。我们说断这个不行，那走这个不行，那就只有挖这个。挖这个也比较有意思，挖这个的变化是，黑棋走。这时候呢，白棋两种下法，啊，白棋一种下法就是吃这个，黑棋提档，啊，这样将形成一个对杀。这个局部呢是一个，一个杀气。那这个对杀也是，就是说白棋也是非常危险吧？因为白棋是不太行的。总之这样的时候，白棋呢只好粘上，啊，这样黑棋可以把白棋上面断掉。这个棋也很有意思，刚好白棋气不够，这白棋现在不能冲了，因为这是一个气井，就打死了。那你如果接，黑棋从外面打吃，提掉，白棋提，这个打二还一，黑棋一提，白棋提，这样的话呢，白棋这个是不入气，刚好是慢一气，那么这个棋呢也是白棋不行，所以说这个棋，看上去啊。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这棋就比较简单了。那看上去这棋黑棋，啊，我们还原一下，黑棋一扳，白棋就死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我们还是看白棋点，黑棋接，在这个时候，白棋实际上是有办法的，白棋就是可以挖。我们刚才说挖的时候，黑棋打，这白棋如果打这个，刚好慢一气。
这个变化是很有意思的，看上去手术很多，但实际上双方来说都是单行线，都是没有办法，都只能这么走。但是这个时候呢，白棋可以不断这个啊，断这个我们刚才摆过了，是刚好不行，慢一气。但白棋这个时候可以打在这儿，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棋形。黑棋提掉，这时候白棋再从后面打士，哎，这个棋黑棋就不对了，这样黑棋就吃不掉白棋了，所以你这个子粘不上。你粘的话呢，这是一个接不归，白棋可以从一路打。那你粘不上的话，你就只有去连。那这样白棋提，这个局部啊是一个打劫杀，劫杀。但这个劫对黑棋来讲也是非常的重，啊，这个劫你如果打败了提了，黑棋目数损失惨重。而且白棋呢，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它是要自身做活就可以了。那它往外出头啊，这种劫材它很多，就是白棋可以利用本身劫去跟黑棋打劫。那这样的话，黑棋就变得比较危险了。我们刚才说黑棋它是一个形势很好的一个局面，如果要是在这个局部形成了一个这么重的一个劫啊，而且我们看白棋全盘其他地方都很厚，黑棋只有在这角上可以有几枚劫材，所以说这棋黑棋就比较麻烦。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古力是不会选择的啊。那也就是说，看上去白棋是很危险的一个棋形，但实际上黑棋如果处理的不好啊，这棋也不好吃，这白棋这块棋呢它也不好杀。我们又说白棋现在呢拼了一步之后啊，这步跳这个是拼命的抢控。那跳完了之后，黑棋呢就一定要对白棋去进行一下制裁。现在这个看来古力也是面对了一个是一道难题，他该怎么去制裁白棋，该怎么出手，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局部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古力的实战啊。古力下了一招棋，可以说是非常冷静啊。这招棋一出，白棋这块棋就已经死掉了啊。那黑棋的实战呢是冷静的粘上啊。这步棋实际上啊，它只要落在棋盘上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手啊，也是很简明的一手吧。走上了之后白棋就死了，但是这个就确实是很难想到的，可以说是一部这个鬼手吧，杀棋的鬼手。主要是我们在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思维的习惯，就比如说我这个时候要吃别人啊，要吃白棋。那么吃白棋的时候，我们就先会想到的是一门心思去破眼，比如说这个点啊，这样搬啊，一门心思去破眼，这是我们这个首先会想到的下法。那在这个都不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啊，就会觉得这个棋可能是吃不掉的。但是实际上呢，黑棋的这步棋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吃别人的时候啊，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自身的弱点，然后同时可以啊补助自身弱点的同时，兼顾着去破白棋的眼啊。这招棋呢就是一子两用的一手，可以说是一个思维上的一种这个跳跃吧啊。它是不直接的破眼，而是这种间接的去接一个，去防止你这个地方去做眼。这时候呢，白棋其实还是很简单的道理，这白棋局部来说已经静死了，非常的简明。因为你如果做这个眼，那这个地方由于黑棋有一接呀，这个地方黑棋可以挖啊，这挖就成立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局部是不入气。那你如果做这个眼的时候，那黑棋再来点就可以了啊，就非常的简明。就是说这两只眼白棋是只能做出一只，那么黑棋是可以说是剑合啊，这个挖和点是剑合啊，这样白棋显然是没眼。你在断我的时候呢，我就做活，就是这么简单啊。你再点我就连，那这个时候呢，黑棋这个气紧的这些弱点都不存在了，由于他先接了一个，那你这个断也不行，你这跑的话我就接上。所以说这招棋实际上这手一出，这个白棋的大龙啊就已经这个宣告阵亡了，这一接其实白棋一块棋就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那我如果换一种思路，我不接这个啊，既然说这个地方要黑棋要防守一下，那么可能有些棋友就会觉得这棋他还有别的办法啊，还有别的下法也可以，比如说
挖一个怎么样？啊，这招棋呢也很妙。这招棋，先肯定一下啊，这步棋本身很妙。啊，他的意思跟接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走这个，打吃，提掉，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就达到了一个先手这个补毛病的这么一个效果，可以再去点就可以了。啊，这是这个挖的用意。啊，但实际上这招棋也是不行的，这招棋。你走这个的话，白棋也有妙手，白棋就一路搬，啊，这也是一步妙手。这样的话呢，黑棋你如果打吃，白棋接上，你要想吃白棋的话，你只有接这个，白棋这，啊，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他被迫，这黑棋被迫啊打吃了一下，撞了一口气，白棋点，这就出问题了，这两个点黑棋就无法兼顾了。那我搬的时候，你如果说我这棋啊不能打这个，我们看出来打这撞气，我如果单接，的话呢，这也很简单，你没打着这下白就可以断。啊，打着了的话，黑棋可以做活，比如说这有子的话，黑棋可以做活，但是你没有子的话呢，你这棋就做不出来了，你做一个它就爬，这黑棋就被杀了。那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棋啊也很妙，你如果单挖它一搬。啊，你打这个呢撞一气就被人家点死了，你不打这个呢局部就做不活也死了，所以说这个棋挖一个也是不成立的，那也是比较迷惑性的地方吧，就是只有他实战的这步单粘可以惊杀白棋。那实战白棋是又挣扎了几下，我们看一看他接上，啊，他看到底下已经无法做活了，啊，只好去考虑向外面出头，他先断掉，黑棋把这个打吃，这都没关系，提掉，起，锁活，白棋连扳，黑棋就冷静的跟着白棋走。那这样呢？我们看白棋这边全都是假眼，这全都是被黑棋掐住的眼位。黑棋扳，啊，这个地方白棋显然是没有必要再去挣扎了，因为啊，你如果断的话，啊，他就牢牢的把这毛病补上就可以了。那这个棋呢，黑棋外面太厚了，这几个棋子啊都发挥作用了，这样白棋是肯定跑不出去的。所以说这棋下到这儿呢，就说白棋虎黑棋长的时候，这个朴淼他就中盘认输了。那也是鼓励非常的下得非常的精彩啊，以这招冷静的一个单接结束了这盘棋的比赛。好，这盘棋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下一期要讲解的内容。啊，那这盘棋呢是由这个周和阳九段执黑对阵古力，是在2006年的中国围棋第一届中国围棋冠军赛上的一盘棋，这盘棋也是下得非常精彩啊，双方在这个尤其是中盘搏杀阶段，是都下出了这个超强的一种变化，那尤其是古力呢，他本身就非常的擅长这个中盘作战。啊，在这个看上去局面比较危险的情况下，他又是再度释放了妙手，啊，化险为夷。那他是这个怎么去处理这样危险的局面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棋局。好，这盘棋是周和阳的黑棋。啊，我们看这现在是进入到了中盘阶段，啊，很明显现在是双方啊在这个。中间中府是形成了一个围剿与这个反围剿的这么一个大作战的局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双方的每一手棋都显得非常的关键，布局阶段啊也是充分体现了两位的这个棋风。我们看黑棋周和阳呢，他是一个稳健型的棋手，然后非常注重实地啊，他是捞了很多的实控，在这个右边啊，在下边啊，这就很明显是黑棋的实地。那古力呢，他是力量很大呀，尤其是攻击力很强，他是在棋盘的上方，我们看经营了一个阵势啊，而且是
这阵势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啊。不仅如此，黑棋这颗棋子现在是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可以说是白棋如果再走一个它就要无疾而终了。那白棋在这边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这很明显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边因为白棋的这几颗棋子还都没有动啊，这个左边这半盘啊还都是白棋的势力范围，那白棋在自身势力范围没受到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又在上边又开辟了这么一大块这个阵势。所以说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啊，抛开双方这个局部作战啊，抛开这个厚薄来说，那肯定是白棋啊在这个战役中收获的是更大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周和阳他虽然是棋风比较稳健啊，虽然说是相对来说啊他是一个偏保守啊比较均衡的一个棋手，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坐不住了，这个时候不能让人家这个占的便宜太多，所以他啊在我们该看一下这个之前的几招棋，那在这个时候古力他是靠了连扳啊，他是去腾挪这块棋的时候，那周和阳也是发力了。因为这块现在的双方呢是一个对攻的一个姿态，那看上去呢实际上是白棋更危险一点的，因为白棋这块棋是被黑棋包围在里面啊，看上去是危险一点的。所以说这目前来说暂时是黑棋的一个主动啊，黑棋是比较主动的一个局面。那这个时候呢白棋靠连扳啊，黑棋当然他就不愿意这样去退，这样的话你就拱手的将这个主动权让出去了，白棋走，白棋局部他做活是很容易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白棋轻松的处理好了，黑棋这块棋就显得很薄了。所以说本身啊现在的局面就不是很乐观，虽然你捞了一些实控，但是这个都是在黑棋自身的势力范围内啊，都是在黑棋的这个阵势里面下出来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这棋黑棋没有什么值得自慢的，但白棋呢我们刚才讲过这边都还没动呢啊，人家白棋势力范围还没有落子呢，这上边已经是有巨大收获了。所以说这一个是形势的所迫，第二个呢也是这个双方这个攻守立场啊，让他决定了他下一步棋他是决定要去进攻白棋，可以说是发起猛烈的攻势啊。他是尖这招棋非常的凶狠啊，这是很犀利的一手啊，直刺白棋的这个棋形的要害。当然白棋你刚靠连扳这个不能被人家断啊，所以就只有接。那么在这个时候黑棋下一刀一捅，这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啊，这样呢他是可以说是直线的去冲击一下白棋，那这个时候白棋就非常的难办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时候白棋啊这个棋形实在是很差啊，你比如说你如果退这个，这个是本可以说是本手吧，这是一步本形啊，你退这个呢最简单的黑棋一挤一粘，黑棋再一断啊，这样就可以把白棋断掉。那白棋如果这两边被分断了，那显然是这就太危险了，这个不说必死一边吧，这可能你下不好两边都要死，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块棋基本上是已经是很难处理了。所以说这样呢啊，如果退这个这是不行的，这被黑棋可以挤断。如果其他像比如说团在这儿，团这儿最简单的黑棋它就直线还是可以断白棋啊，最直接的它就把白棋断掉就行了，这样白棋还是被分断了，这比刚才好不到哪儿去，大同小异。还有一种下法，比如说是团在这儿吧啊，这也不行，这黑棋拐啊，这依然是两个断点，这个白棋无法兼顾。那么所以说呢黑棋一尖一冲啊，像这样呢这个局部来说白棋这个棋形啊已经坏掉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讲过说这盘棋啊下得非常的激烈啊，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现在古力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了，就是他这个棋形已经被人家完全破坏了，自己补已经补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古力该怎么办呢啊，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局面。我刚才分析过这个地方白棋如果你想连啊是连不上的啊，这想连已经连不上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棋应该如何处理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要想的是，就是说必须要跳开这个局部了，啊，不能再去完全考虑它了。跳开这个方法有几种，第一种呢，比如说白棋就想考虑转换，那这也是最简单的。那比如说我打吃这个，这样转换，但这个显然是不行的，就是说目前的局面啊，白这块棋是非常重的，你如果这块棋死了，你走这个他就一顶，这很简单，先把你这吃掉啊，或者一扳啊，把你吃掉。这个白棋死了，白棋是在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便宜啊都是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的。比如说你打吃啊，这样确实下来很大，但是黑棋比如说他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虎一虎，把这个连连后，那这样的话呢，白棋这个不仅是实地损失，而且这个厚薄啊，黑棋全都厚了，这个损失太惨重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所以说白棋呢不能考虑转换，不能考虑转换，这棋不能弃，你不能弃呢又连不上，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想办法去冲击黑棋，冲击黑棋的弱点。那黑棋呢现在比如说这个角上它是有一定缺陷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白棋挤，黑棋接啊，白棋再团啊，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地方显然是有一个断点啊，但是这个白首先黑棋断的时候呢，就白棋气紧，自身气紧，你是来不及去断人家。再一个，就是即使你能断，就断黑棋也可以这样打，比如说即使比如说你这边连上了，你能断的话，人家也可以这样打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只能是把黑棋空打穿的这么一个手段，这不严厉啊，所以说这个棋白棋在这个地方动脑筋也是不对的，就是在黑棋角上动脑筋也是不对的。那所以说留给白棋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如何去在中府啊去动动脑筋，去冲击一下黑棋的这个薄味儿。比如说比较简单的，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煎这个，这也是很容易想到的。煎这个呢，黑棋大概只好粘上，这没有办法，然后白棋再冲，黑棋粘啊，这样白棋可以如愿以偿的把这子吃掉。那如果吃在这儿，这个可以说白棋局部做活是不成问题的。比如说你要破我眼，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这个地方一挤啊，既然我已经连不上了，那我就去把这个做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白棋这个团是绝对先手啊，这团黑只有断，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再一虎，这局部来说肯定是能做活的。但是这样做活的话也无异于认输啊，这个被黑棋外面抓得这么厚，然后局部白棋只是一个三四目棋的这么一个苦活，所以说这个棋呢啊，你要这样去做活，这棋也就下完了，也是不行的啊。那所以说看上去黑棋这个外面有一定的弱点，但是白棋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去做活这样的下法，活了可能也是这个局势啊也是不行了，也是不容乐观的。所以说白棋还要继续的去思考一下有没有这种更进一步的下法啊，去冲更严厉的手段去冲击一下黑棋。好，接下来这个该怎么去下呢，就请您思考。好，那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了一盘这个古力对朴文尧的一个屠龙的一个变化啊。古力呢也是在这个杀棋的时候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但是也是跟他强大的计算力啊作为后盾啊是密不可分的。好，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